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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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80，我今天会努力把这个打完的，各位伙计们。我今天的目标没有别的，就是把这个游戏破关。20%，我觉得我努力一点应该是可以过的吧。虽然说我有点忘记我上一次解到哪了，但还记得我上次解到哪吗？我上次有没有拿到这个地方的？我有没有唤醒这个地方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守护者，就是我们拿到这一块的封石啊。看来是没有。哎，不对，这个地方我应该是来过。这边我应该是来过。我没来过吗？什么？竟然去错了吗？过了一个周末，过了一个连假，我完全忘记之前。晚上哪了？真尴尬呀！随便打，根据经验，如果我们找不到路，我们会看到那个让我们回头的那个符号的。这一款我今天的目标就是破关。我们看起来要跨越一块大石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对呀，都已经玩到这边了，这到底是在干什么？这边是堵起来的，所以我要跑到他的那个上面那个源头。但这个这么矮，然后等一下，这什么意思？
我往这边爬爬看。哪，我又感冒了吗？没有吧，我声音又变了吗？又变了吗？我怎么没有感觉呢？怎么可能？不对啊，我的感冒快好啦。别闹，我还真要咳嗽了。哎，奇怪，我已经换季节了，为什么下面这个没有跟着换季节？哇塞，不会要我下去他才能够看到换季节吧？哇塞，等一下，夏天的水也太短了，那秋天的可能高一点。今天我们最热爱美食的最热爱美食的观众还没有出现，我要跟他分享我新吃到的一个我觉得很好吃的东西。这样看，并没有什么用。咦，奇怪了，那我这个到底是要去哪里呢？上去看看吧，这个应该可以退水。可是这有什么帮助？哦，这边有这个。完全认不得他这个到底是要我怎么走。先往前看，前两天去烤肉，然后吃到各种好吃的东西。哇，那一户烤肉烤的真是好吃，他们烤了就基本款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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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啊、五花啦这种基本款的烤了，他们还烤了例如说鸭嗓啊、蛤蜊啦、对啊，我要来跟他讲我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鸭嗓、蛤蜊，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一般那种什么培根包金针菇那种啊，就很好吃。而且他们烤肉是抹烤肉酱加芝麻酱，这我上不去。烤肉酱加芝麻酱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真的太厉害了。怪，这是哪个季节？我没有换麦啊。那我又怎么说？把你们的耳朵捂住，我要来调整麦克风喽。不知道哎，我自己没什么感觉。好吧，我不用调，我只要听，我听一下我的那个我的实况的声音，我就知道我有没有换了。我觉得好像没有换啊。好，我自己其实听不是很出来。好吧，我可以重插一下我的麦克风。那你们先把那个麦克风声音关掉。
爆雷预备哦，那个等一下那个调整会有很多杂音的哦，先给你们讲，先关掉了，我讲了，我要调喽。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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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好吧，我已经调了。如果声音还是不一样的话，那可能就是你新耳机的功劳。希望声音没有因此变得比较奇怪什么的。哇塞，那我就有点好奇，以前我在你耳里到底讲话是一个什么声音啊？我最近都被人家讲说我讲话像那个像广播节目主持人。找不到路了。啊，这里好像路。好了好了，定了定了。广播节目主持人给你们播游戏也是件好事。那个女的就说：“我不要跟你讲话，我让我按我一个人静静。”然后这只熊就说：“啊，你不跟我说话了吗？”Tja, ich will nicht mehr lachen und ich will nicht mehr singen. Da hast du's. 然后这个女就说：“我不要再欢笑，不要再歌唱了。” Erzähl mir, was dir Kummer bereitet. 哦。然后这只熊跟他说：“那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说啊？” Wie sagt ihr mir etwas? Außen vor?Aber wovon redest du da? 然后这个女就说：“是你们都排挤我。”然后这个熊就说：“你在说什么？哪有排挤你？” Der Rat der Hüter heißt nicht von ungefähr Rat der Hüter. Das hat einen guten Grund. Ihr denkt, dass ich zu jung bin und nichts begreifen würde. 然后就讲说这个。Es ist schon etwas komplizierter. 感觉，反正就是这几个守护者，这个女的可能就是，应该是一个小精灵什么，她就觉得说这些守护者都不陪她玩，然后都自己玩自己的事情，然后什么都不跟她讲，然后她就耍脾气了。整体来说是这样。我们现在收集了四个灯，然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爬过去啊。再过去。这边上去就跟刚一样。哦，动，别动！我的文鸟最近就在抓狂期，就是不让你摸，不让你不跟你玩，不让你摸，这个抓狂期。我想上去，可是我上不去。我研究一下怎么办？照理说，春天水柱会上升，我应该要可以上去。干了个蠢事。Hello, 早。我的柚子已经吃掉两箱了。这样吧。啊！失误。
会丢的好吗？他居然没有办法碰到这个。可恶，我已经失败好几次。柚子，你在干什么？好啦，你不要闹，你不要闹。文鸟最近在抓狂，就是各种不给我摸，然后到处破坏东西。他这个状态已经持续了快一个月。每年的换毛期，它都会有点焦躁。我没有办法让这个水柱升更高一点啊！哇！哎，水柱，你上来啊！算了，好，上不去，我放弃它。那也应该是有，可是是这个时候吗？我觉得它应该是因为换毛所以焦躁。这个东西应该是有什么用的，是我至今没有看出它的用途是什么。上面有一个那个在倒数，可是我又上不去，他倒那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帮助呢？哦，真的是不对啊，我过不去啊。我过不去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还是说它这个水是可以换位置的？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一只鸟就已经养到我们要抓狂了，还养第二只还得了？奇怪，这个水柱这个到底是什么功能啊？为什么看不出来？有点看不是很懂，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肯定是有什么功能，可是我要想办法传到旁边去的，可是这个样子我根本就不可能传得出去啊。再把旁边的水放下来。
然后我看看水退下来以后，旁边这个有没有什么变？怎么好像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那两个传送点到底在干嘛？它又只能够单向跳。小。但是我跳出来之后，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来。冬天的时候它就不喷水，秋天的时候它会喷水。好像也不是它喷水。还是说有什么季节可以影响到那两只东西？像也没有什么东西，我现在就是差这么一点点，我上不去，我该怎么办？这边地上有地方可以种那个小蘑菇仔仔吗？会不会是因为要种蘑菇啊？我去旁边看看有没有什么落单的蘑菇可以骗过来。应该不是，应该要把水升起。还是先把水升起来，然后我去旁边看看有没有落单的蘑菇可以骗过来种。虽然说我距离好像有点远，这个高度蘑菇它上不来啊。关了。卡关的时候怎么办呢？卡关的时候我应该四种季节都已经试过了，对。去前面看看，前面有没有东西。高上去。如果我这边能够上去的话，会好很多。可是，去找他。这里刚走过啊，我在干什么？这里就在刚刚那里了。但是我觉得我并不是
并不是要到这里。 再往回感觉就又不对了，他都已经给我一条路要我往那边走，不行，我觉得应该不能往回走，其实不能往。 现在的目的应该是要找到唤醒最后一个守护者的地方。好，根据这个指引，它旁边多了这个可以倒数的角色。 不过我试着往回走看看，虽然说感觉应该不能往回走，我会走应该不是正确的道路，可是我现在没有其他好方法。姑且试试看。哦，原来这个是左右开门的意思。 骗子，这个我刚来过，他故意引诱我。说起来，上面是有路可以上去的，所以算了，不走。 先回去看看。我记得有一个地方，这又是哪？ 对啊，我这样，因为我前面那边我过不去啊，所以我决定顺从心中的渴望，就我要上楼。这里是不是回头路啊？我好像听到什么可怕声。 这里是不是回头路啊？这是我刚走过的，对不对？回来，我又等一下，放我回去。
这是我刚刚被刚刚我走过的地方吧？这里。我是不是有点路痴啊？天，这里没有路啦！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嗯？还是说这里的地图是变化的？我每一次经过它的路就会变不一样。这里我到底有没有来过？我天哪，我真的一点印象也没有哎。换个季节。不管了，反正我先要到出口去。已经决定我就要出去。出去有问题，我再回来。照理说，应该是再找到一个守护者的影子，然后我们就会被传到那个女性精灵的精神空间还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抢回最后一颗球。理论上我们就完成我们的任务。理论上。看我们已经找到三柱。我们往这边走走看。如果这边是错误的道路的话，他会把我们赶回去的。欸，我是不是昨天已经上礼拜已经被赶过？好，我想，如果我们往前走，发现那个回起点的传送的话，那我们只好再继续往右边走，代表说路在右边。啊！这是不是在逗我？放下去。这个开过。没有了。我现在想要找的是，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它是可以从地面的湖面往下传。它其实有地图名称，只是我们记性也不很好。它有地图名称，我也不会记得啊。而且我真的怀疑它的地图是不是会偷改。因为感觉很多东西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看到，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出现，所以我怀疑他地图是不是偷改。他会加新的东西。我要进的就是这里，我怀疑底下是有东西。所以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要先来检查一下。这里就是我们之前下来搬石头的地方，就有一根石头被埋到土里的那个。
如果这里没有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合理推论，真的是在另外一边了。因为你看左右对称嘛，它左边已经两只了，右边目前只开了一只。好吧，传出去好。正是刚刚那个图。反正我一直跑到他有那个回起点的传送点，然后我就往另外一边跑。这里我觉得下去也是刚刚那个洞，应该是同一个系列的洞，那应该就不是他。对啊，又看到这只鸟了，那肯定不是这里啊，我都看到这只鸟了。迷路人生啊，迷路人生。它底下那个四朵花、三朵、四片叶子跟三片叶子的符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应该是有什么意思吧？某种标记，某种提示之类的吧。不是，那个应该是地图的标志吧？因为我看，你看传送点，他在提醒我走错路了。所以果然合理推论，这边两只，那最后一只真的就是在最边边，就是我们刚刚试过但是找不到路那地方。那看来我们真的要想办法找出它那个螺旋状的那个传送点，那也不算传送点，那就是一个小小喷泉、小跳台吧。我们可能要搞清楚那个小跳台到底在干什么。但我一下子真的想不起来。我觉得可能不是上面这条路，上面这条路我们走过，应该是下面那条路。像，哇！给我跳一个，柚子，不要闹，来站手上，啊呜，咬我，快点来站手上，快点，生气，快来，生气。对啊，就是走那里啊，可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怎么上去啊，我就想说往回走看看有什么线索。那个跳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应该是要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那个跳台的角度改一下吧。可是我刚刚每一种季节换了一次，好像没有看到
好像没有看到类似功能的东西。而且说差一点，其实差蛮多的。Oh no！ 我又掉下来了。Oh no！ 我这个不能随跳随换季节。我要哭了，我要哭了。Jump！ 哎呀，助跑！到处吼吼叫叫，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记得这里是可以跳下去，我这样，电子锁。前几个礼拜啊，那个田里面刚好在收割稻子，上去，上去，不上，算。前几个月在收割稻子啊，然后那个收割稻子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乡下那种天上那种飞的小虫，就是那我们有时候黄昏的时候会看到人家头上会有一堆一堆那种小虫在飞，那我才知道说那种小虫就是平常住在稻子里面，然后等到收割稻子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们就会飞得到处都是。所以前两个礼拜，我去那个整理整理那个整理整理整理房子、整理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才发现整个全部外面全部都是那种小虫，整个那个纱门、整个窗户、整个阳台，不是一只两只哦，是一坨一坨，就感觉就好像一堆灰尘堆在地上，但那堆灰尘全部都是小虫的尸体，非常可怕。对啊，那些小虫它就会这样子待，硬待在你旁边哦。非常可怕，而且我们重点是死得很壮观，它是真的是一坨一坨，就跟沙丘一样，真的不夸张，就跟沙丘一样一坨一坨的。好吧，我们又来到这里了。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这边这样子我是肯定过不去的。他也没有办法可以换个边之类的吗？
种不同季节，它的跳的高度是一样的吗？我看不出也不一样。但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单有开，我是一个这么勤奋的主播。哎，我刚刚才在说你怎么还没有来，我要跟你分享我去吃烤肉吃到什么东西。这个冰到底有什么用啊？那个冰是不是只是在骗我？其实它是没有用的，我在想。那旁边的莲藕有没有用？我跟你讲，我去吃烤肉，他们家烤的很好吃，因为他们家女主人以前做过餐饮业，烤的超好吃，而且各种花样，并没有，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吃的我那个饱。我就一直说我不要吃了，我不要吃了，他们就一直拿给我吃，一直拿给我吃。然后重点是因为他们烤肉用那个用芝麻酱，他们烤肉用芝麻酱，哇，我觉得芝麻酱配烤肉好好吃哦，所以我今天我就跑去买了芝麻酱，去那个全联买的芝麻酱，所以我今天吃的烤鸡腿就是配芝麻酱的烤鸡腿。没有哎、欸，他们烤肉好像没有羊肉。嗯，这提醒了我，明年我可以准备一点羊肉，我去烤。但我是要说，烤鸡腿加芝麻酱非常好吃。我特别建议你们可以去那个 Costco 买那个五谷鸡腿排，然后那个五谷鸡腿排你就买那个芝麻酱，好吧，那个芝麻酱抹在上面。天哪，好吃！哎、欸，我们现在真的迷路了，糟糕！就差这么一点，可是我就是上不去，那我该怎么办？我先用。我觉得这一关应该是下。春夏秋，那只熊好像是秋天，那只鸟应该是冬天，欸，那只熊应该是春，熊是秋还是冬啊？熊应该是秋吧，还是鸟是秋？如果以季节的过关方式来讲，蝉应该是夏天吧。然后我们有试过秋天，我也应该试过夏天、秋天、冬天，我应该也试过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用春天过关，是吗？财富密码是春天吗？科批的施政报告，我不是台北市人，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台北市做怎么着。啊，但我可以确定嘉义县做的很烂。
但是嘉义县人并不在意做的烂不烂这件事情，但嘉义县做的很烂，具体来说就是没怎么做。是新北啊，而且我没有说吗？我的户籍已经迁到这边来了、欸，我的户籍是迁到这个的，我的户籍是迁到这边的。哇嘞，我上不去，尴尬，跳不上去了。我觉得跟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我觉得后面这个背景我是上不去的，应该上不去吧。我觉得关键点就真的就是在这里，没有其他的，就是这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没什么特别，就是草。哪有差？你再迁回去就好啊，又不是不能迁回去。迁户籍也不会就户口名簿拿去办一下，十分钟的事情。你看，它就在我上面呢，好气哦！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对啊，没有石头可以推了，换个地方，再往前再走走看，然后这边上去是没有东西的，这边是上不去的。里面应该是没有，这边是没有路的。然后这个又是把我往另外一边送。像也不太对啊，现在我们家北中南三个地方都有人，都有人住，所以我户籍我可以随便想迁到北中南的哪里，我现在有三个地方可以迁户籍，淡水、台中、嘉义、狡兔三窟。我可是重点是我不需要用到什么什么政府优待啊，所以我不需要啊。你说你淡水户口，你还可以说淡水居民去红毛城免费，那我嘉义居民我去故宫南院我也打折啊，对不对？所以好像没有什么差。一般那种会比较在意迁户籍的，通常都是他们当地可能什么生育补助那种东西吧，对不对？那我又不需要。
好像也没有，因为你看，如果你是，因为你要看你居住的地点，你如果住在台北，你可以拿那个台北那个公车卡，老人的那种什么公车卡。可是我用不到老人的公车卡啊，因为我年龄还没有到啊。还有什么东西？除了公车卡还有什么？哎呀，以后我再迁回去就好了呀。以后如果退休了想换个地方住，我再迁回去就好了呀。我爸妈户籍都还在台北呢。所以并不烦恼。想迁到垦丁，为什么啊？垦丁有什么福利地点吗？你到底该怎么搞定这个喷水啊？传说中跳100次就可以发现真相的呢。你想太多了。你在垦丁，如果你是要工作的人，你一样每天都是要工作，好吗？哎，怎么办？我真的卡关了，我是不是应该要去 Google 一下这个到底，这边到底要怎么过啊？我已经确定我四个季节我都有跳过了。垦丁好像有台电的电厂，然后垦丁还有什么？还是有公家机构吧。海生馆，肯定有海生馆。我以为海生馆是在花莲，在花东吗？海生馆，是我不喜欢海边。不行，真的这是一个迷路的节奏。屏东，肯定在屏东啊，肯定在屏东啊。不知道哎，我很少，啊、真的哦，我很少那个，很少去那个花东玩，我就只有那种。你知道出差才会去，肯定不会去啊。欸，我们真的迷路了。欸，我觉得路应该是在那里啊，可是我真的无法，我真的跳不出去。是不是我又漏掉什么东西？照理说他不会弄一个无法解谜给我。但不是这一个，到处吼吼叫叫。哦，花莲那是什么海洋馆子？这个应该也没有办法上去。这个就算我把它点起来，我应该也上不去的。
这个太高了，应该是上不去。这颗莲蓬我们已经玩过很多次。我那么不爱出门玩的人，实在不是很清楚。我大概，10月，不确定是10月还是11月，要去鹿港出差，去买绿豆糕。难道说有什么二段跳技能我没有学到吗？我觉得我会不会是没有学到二段跳技能？我觉得唯一的解释就是我没有学到二段跳技。唉，再回去看看还有哪里没有踩过。会不会真的有什么二段跳技能？但是我没有学到。我本来今天是满怀着信心要过关的，结果我们解锁一段回忆之后就一直卡关。我回去研究看看，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学二段跳？有二段跳这种东西吗？啊，什么科比踩到他脚？哦，踩到他底线，他底线是什么？这里为何有一颗蘑菇？这也是我觉得很可疑的。我们把这个蘑菇赶到旁边去，看看效果是什么。我刚好像听到那个蘑菇发出了什么惨叫声。
类似一个什么鹦鹉的惨叫声。我来，看一下这个蘑菇，这个蘑菇就死掉了，蘑菇就泡水里了，就死掉了呀。这蘑菇很脆弱的，我想说蘑菇很脆弱。好啦，我们把水喂这，哎呀，柚子被咬我。你会不要怕，我们去把那个。我们再救一只蘑菇出来。是那只鸟，鸟欠揍，它居然在我头上咬我头发。我们把蘑菇弄出来，看看，看看另外一边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到这个蘑菇的，比如说另外一个记忆点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能把蘑菇弄死。所以我出去要赶快换，哎，出去要赶快换换季节，不然蘑菇就要死在我的手上。哎，是什么情况？线为什么断掉了？哎、欸，这只虫的那个线被我弄断了、欸。他们本来三只是线是绑在一起的，结果线被我弄断了、欸。那我不就再也出不去了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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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被我弄断了，你有看到吗？啊，坏掉了！你看这个虫虫，它的线断掉了，怎么办？我要怎么做，它们线才能够重新接在一起？啊哈，坏掉了！这个游戏居然被玩坏了，啊，线断线了！我看个地图回去看会不会修好，让它地图重读一下看会不会修好。坏掉了！必须要严正的投诉，这个游戏怎么还会坏掉的嘛？啊，修好了，修好了，你看，刚刚真的是被我玩坏掉了。那个虫让我有点生气，我为什么一直叫他开门关门？吓死我！等一下，让我先换个季节。去去去去去去去！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跑啊，这只蘑菇它也的确没有地方可以去。那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这里往下跳就是刚刚那个地方，我已经跳过一次，我不会再被骗第二次。往上就是那颗，
这个图案是不是一只鹿？所以我应该是没有走错，应该是鹿没有错。我应该是没有走错地方。啊，没有啊，我们一直都没有推东西的，我们都是那个呼叫石头，然后石头回应我们，就是这种石头，它回应我们。这样，哎，我又回来了。他是不是应该给我一点提示？我不要。哦，没事。其实真的就是我搞不清楚他那个水到底是怎么处理那个水库，这是比较麻烦。有方法可以搞定。那我最合理怀疑就是我没有学到二段跳。我现在想的是，我是不是应该到处去搜寻一下，有哪里有我没有走到的发亮的石头，是我可以触发效果的吗？或者说什么跳下悬崖学到绝世武功这种地方呢？我现在可能需要一本武功秘籍。汪，去，去去，去，哇，没有路。我现在不求其他的，就给我一个二段跳就好。来人呐，给我一个二段跳。这环叶怎么了？怎么还在？啊，这只是跟刚刚是同一只吗？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这里也太可疑了吧！有一朵蘑菇，可是却没有路。到底该去哪里啊？我不要。哦，好险，好险！我反应快，但是没有路了。跳过去，跳着跳着就回到了起点。看看哦，我们换个季节，抽个水。没有东西，那我抽这个水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觉得不太可能是
不太可能是前面的莲蓬会影响到后面的水，我觉得不太可能是这种情况。他总不会这么坑的告诉我说我要把这个地区所有的莲蓬都充满水，才能把那边的水抽掉，应该没有这种事情吧？我不相信它是一个这么恶毒的游戏。没有路了。上面好像是有路的。还是这个时候我是应该要回到中间他的尸体那个地方去。我跟你讲，我已经走着走着我已经越来越熟了，我跟你讲。真的，我没糊弄你。我走着走着，我真的越来越熟了。去，但这些其实都没有用。我决定回去试试看，爬回到那个又一只蘑菇，爬回到它的身体那个地方。看看那边那些任务，那个守护者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我也是很厉害，我这样居然还能够一路找到出口来。我现在竟然不会迷路。守护者们，给我一点提示吧。我真的感觉我已经全部收集齐了，就只剩下这个地方。我想想看呢，我先存个档，我看看我这样是几趴了。84%？什么？我们今天只玩了4%吗？那我岂不是明天还要继续？我如果今天找不到路的话，我今天会去查一下那个地方到底是要怎么过。啊，累死我了。Season after fall。最后面那边不知道怎么过，反正我如果今天找不到的话，
坏行星。哇，看来看去，要这，啊，你干嘛呢你？啊，纠结。可能只有我找不到吧。其实我可能等一下去查一下，去查一下最后这个，去查一下最后这个地方怎么过。为什么这个可以这么高啊？为什么这个可以这么高？为什么刚刚我那边那个水柱就不能那么高？如果刚刚我那边那个水柱有这么高的话，我觉得我搞不好也可以。啊，可能这个是因为他的游戏需要，他才设计成他的水柱这么高，正常水柱可能也不会这么高。哎，我又按捏，如果我那边那个水柱有这么高的话，哎，有人干嘛？到底是不是跑出地方？会不会我跑出地方？可是我如果跑出地方的话，照理来说我，哇哦，路。我觉得我有办法搞定。
觉得肯定就是那个喷水池的问题。但是我现在怎么搞？是不是迷路了？哎，我昨天已经吃到很好吃的烤肉，所以今天你是没有办法诱惑。因为我昨天吃的烤肉更好吃，而且我今天我已经吃了那个……啊，他死了！而且我今天已经吃那个芝麻酱烤鸡腿。好好好，来，再试一次，我们再拼一次，我们再给自己以及给他一个机会，主要是给我们。对啊，芝麻酱鸡腿。很好吃，你一定要试试看，因为真的很好吃。我们直接到那个，直接到那个没有啊，我今天芝麻酱烤鸡腿是我今天自己烤。就毫无技术含量，就只是个芝麻酱烤鸡腿。大灵棚，哇塞，等一下，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可以这样跳？我要翻桌子。他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嘛？他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可以这样跳嘛？我们昨天去吃烤肉，然后他们的组合是丈夫负责烤，然后丈夫负责照顾小孩，然后太太负责烤。哎，就这样被丢下。Dieser Stein beherbergt den sanftesten und feuchtesten der vier Winde.
Den Zephyr. Siehst du den Steinfuchs? Seine Umrisse sind kaum noch zu erkennen. Aber ein Teil seiner Spiegelung ist immer noch im Wasser sichtbar. Es muss einen Weg geben, diese Illusion zu zerstören.我不喜欢吃月饼，你们喜欢吃月饼的吗？我不喜欢吃月饼。没有路了。比如说什么月饼？我不喜欢吃月饼，所以我对啊，我不喜欢。下，这是什么个意思？哦，我要从这边跳回去，为什么？哎，这个傻鸟粘在我的手上。然后我在按键盘就被我压了一下，他就生气了，就开始滴滴叫。我靠，生气了，这个鼠。这个怎么弄？这有什么帮助吗？我想要问问这个灵魂。哦，有他要哦，我看出来了，他要吸收所有的莲蓬，他要把所有的莲蓬的那个水弄起来。哦，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并没有什么用，并没有什么用。我要怎么过去啊？这个到底是要去哪里？哦，这是回家的路。那我现在要搞定的其实就是这边这一只。并没有什么用。这个
也太高了吧，你想。还是我应该是从旁边那颗跳上去，我想太多了。那我只能说，还好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吃，我不是特别爱吃东西的人，还好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吃东西的人。不然我一定也是每天在纠结吃东西的问题。这个，我可能要先把水，不是吧？应该是要把水池，要把水池抽光吧？是要把水池灌满吗？是要抽光吧？但我看了一下，我可能要先。我看了一下，我可能要先把这两个这个卸掉，我可能要先把另外一个，我可能要先走另外一个，这个可能要最后，这个我在想，这个可能要最后。对，我先把这个放。因为这边这个莲蓬是我踩得到，可是那边那个莲蓬，那边那个莲蓬是我可以踩到的，可是这个不行，所以我应该是一个要先抽血，先抽水。它就是有东西在底下，我们要把水抽掉，我们才能够看到那个底下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是来抽水的。这样就对了，是抽水莲蓬。哦，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难怪为什么它会空中吐一个这个出来了。原来是这样子啊，原来是安尼哦。等下，这个想要干嘛？把水放掉，为什么再把水放掉？从他的路线来讲，再把水放掉是合理的选择，可是为什么我要把水放掉？哦，要让他这边的图腾的上下的那个印合在一起。
原来是这样子，好科学哦。Weißt du, Fuchs, die Knospe ist nicht von Grund auf böse. Sie hat nur nicht verstanden, was das Ritual der Jahreszeiten wirklich ist. 他在跟我们讲说，那个女的并不是那个女生的那个女的那个精灵，她只是搞不清楚四季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我们必须要把她带回来之类的。哦，今天终于有一点进度。我纯粹是按照他的那个顺序去判断。像我要跳了吗 ？Jump， 调皮，讨厌。Yippee， 我们是一只快乐的小狐狸。一，这个过不去就不是很快乐喽。Ritual der Jahreszeiten ist überhaupt nicht das, wofür du es hältst. Die Hüter wollen gar nichts mehr mit dir zu tun haben. Da bin ich mir sicher. Sie wollen mich loswerden. Ich kann nur sagen, 目前貌似看起来这就是一个小姑娘耍脾气的故事。哎，我怎么短的又上来了？那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走吧。Weißt du, das mit deinem Fuchs.Bedauere ich, wie auch all die anderen Fehler, die ich begangen habe. Ich wusste nicht, was ich tat. Und er hat den Preis für meine Ungeduld gezahlt. Die Hüter verstehen mich nicht. Aber du scheinst anders zu sein. Er ist jetzt 可能在我们才对我们采取怀柔政策。他现在试图哄骗我们。Der letzte meiner Schätze. 什么？他居然真的要把这个宝物给我？ Ich hoffe nur, dass du auch weißt, was du tust.他说他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在干嘛。他说那些世界守护者根本不了解他，可是他说我们应该是可以了解他的。他是这么说的。Die Knospe, sie ist es wirklich. Tausend Dank, Fuchs. Der Zugang zum letzten Altar ist offen. Wenn erst alle vier Hüter versammelt sind, kann uns nichts mehr daran hindern.Das echte Ritual der Jahreszeiten durchzuführen. 然后四季变化就恢复了正常。没有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四季出现了问题啊，然后我们要让四季变化恢复正常。然后我们本来被那个女的骗来附在小狐狸身上，然后到处乱搞了一通，然后现在，哦哟，现在好像出大事了。现在他就说我们可以滚蛋了。Das ist das erste Mal, dass eine Knospe sich weigert, sich dem Ritual zu unterziehen. Ich weiß nicht, ob es wirklich richtig ist, sie zu zwingen. 哦，我们现在可能要去找他。Ich habe irgendwie den Eindruck, dass ich noch vieles lernen muss. Wenn du denkst, dass wir zu ihrem Wohl handeln, 那我还有一只守护者没唤醒吗？ Weißt du, was zu tun ist? Beende, was wir angefangen haben.对，我们现在去寻找最后一只。哇，最后一只是哪里啊？你变成狐狸，你就不能每天打电动了。我觉得它刚刚开始动，好像是在地底下，我是不是应该？我是不是应该往地下走？可是我已经在地下晃了那么久，我真是不想在地下晃。我们往前看看，它有没有那个错误路线提示？如果有，我们就只好往刚刚往地下走。
我真的觉得他的路线一直在变。哎，等等，依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我刚刚我不是应该在刚刚那个地方继续往前走吗？因为我缺的是那个啊。对啊，我缺的是刚刚那个啊，所以我理论上应该是要往回走啊，应该是要走下面那条路啊。嗯，是这样子吗？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不是很确定呢？走走看，而且变成狐狸以后，你就只能吃虫喽，同学。你知道狐狸是吃虫跟老鼠的吧？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并没有那么浪漫了呢？我就想到那个雪里面那个雪地里的狐狸，然后为了抓虫，然后整只狐狸捅到那个雪地的话，就那种感觉。哈哈，我就说了，我英文学不好不是我的错，是英文。我为了证明这一点也是很努力的。不过其实这也是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随便翻翻，你们也不会知道我翻错了呀，对吧？学冷僻语言的优点在这里，是我翻错也不会有人知道。你看，要是我选个什么日文模式，我一不小心讲错一句，大家都知道，哈哈，你弄错了，那多糟糕，选英文也是，英文我的犯错率也是很高，所以不行，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选择，我们只能这么做。哈哈，我真是一个正直的人。啊！我又被丢下来啦。那我现在要干嘛？我现在要爬回去。对呀，你看我多机灵，我就知道讲英文一定有人会的。在台湾讲英文有人会的，讲日文也有人会的，可是当你讲的是德文，就没有人会了。而且说起来，我自己觉得我的英文大概也就只有英检中级顶多吧，就这程度。顶了天就英检中级，我在想，我没有考英文的检定，所以我完全是以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为了要报名考那个申请入学。然后对方学校是要求，就是你要过英检中级的初试，所以我那时候有为了要报那个学校的申请入学，我有去把英检中级的初试考。然后可是后来因为英文分数没有达标，所以没有申请到那个学校。那所以我复试我也就不去考，所以我英文就只有。英检我就只有考，曾经考过英检中级，然后就没有考过。所以我搞不好我的德文检定，搞不好之后他的那个分数搞不好会超过英检的分数，在想。因为我是有计划考德语检定。
我德语检定目前只考了 A1，就那时候学了一阵子以后，想说要拿个证明什么的，我就去考了一个 A1，是我唯一的语文检定证明，就那一张。然后我最近其实一直有在想要考 B1，我想考 B1 已经想了2年了吧，2-3年，结果一直都没有去考，因为晚上都在玩，都没有在练听力跟口说，每天都在玩耍，迟迟无法去考。因为我来这里干嘛？因为我其实已经解完了呀，奇怪，我是不是又迷路了？我今天是不是真的还是无法过这个游戏？因为我好像又迷路。到底刚刚他指的那条路在哪里啊？没有办法，听力跟口说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照着那个，检定的教科书准备。我迷路了，各位伙伴，再一次的。再一次的用德文来讲，就是 noch einmal。我往前走看看。没有路。这感觉就好像很会开车、骑机车的人，结果去考驾照，还是得死在笔试那一关，大概就这种感觉。哇，走错了，迷路之症，我们回来了。迷路之症，我们回来了。这只到底在哪儿？我从那个路线的方向来讲，我觉得是这个方向呀。因为从它的路线方向，感觉是从右边走啊。它打开的门感觉是开在右边啊。还是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我决定我们明天再找，因为我感觉他的路是开在右边，他刚刚那个路的方向感觉是开右边，可是也不好说他会不会是一个陷阱。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哈，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明天再继续吧，我明天我一定会过关的。啊，我看一下我今天玩了几趴，可恶。92%，92%。我明天只要玩8%就可以了，只要我找得到路。我会先把新游戏下载好。如果我明天在1个小时之内结束，我可以稍微玩一下新游戏。啊，好吧，好吧，好吧，不管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我们明天再继续。那下家，明天见，拜拜。